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力婉，我非常开心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二次见面，这是到啊哎呀 second time， 我去讨你。今天我会问你三个关于奥运的问题，嗯哼，就是 Today I will ask you three questions about Olympics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What's your favorite sports？我觉得我喜欢打高尔夫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学习的运动，第一个运动啊。正确的学历，打高尔夫时候我的分数是80，八十。高尔夫有十八个洞，然后发了80杆，八十杆，就很吉利，所以就是回忆很深，是不是？你完全不懂，我随便说，他随便接。我喜欢看volleyball， like 它会有 like 故事， like battle 的感觉，在 battle。对我来说 ，What's Olympic means to you？ 我觉得奥运是like 全世界一起很开心。一起很开心 ，Be happy。OK， 是一个团聚的项目。Cool, great. I will learn this. It's so difficult. So, 就是我会把你这个动作。放到一首歌里面，就是我会写一首歌，然后用你们这个舞蹈动作作为舞蹈。第一次会感动作不自然，可能是背后的故事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写完。